各位亞軍口位，警員夜晚在坪洲調查一宗投訴期間，警員開了三槍，一名非華裔男人和兩名警員受傷。中槍受傷的非華裔男人由直升機送院急救，消息說傷者是非華菲律賓籍，手和腹部中槍。警方說昨晚十點多接報坪洲永興街有噪音投訴，警員調查的時候懷疑有人情緒激動反抗，警員開了三槍，一共有三個人受傷，包括兩名警員和一名非華裔男人，三個人由直升機送東區和律敦治醫院救治。大嶼山一日之內發生兩宗行山意外，一死一傷，涉事的兩名行山人士都是由飛行服務隊送東區醫院治理。警方說昨晚下午三點多接報，一名55歲女人在大嶼山南昂平路獅子頭行山的時候懷疑失足跌落大約20米山坡，朋友報警，她昏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另外警方說一名40多歲女人和兩名男友人去到大嶼山北的黃龍坑郊遊徑行山，下午四點多懷疑失足骨折送院。沙田馬場賀歲賽馬在防疫措施放寬之下錄得近80000名觀眾入場，是三年來最多，而總投注額達到20億6000萬，創回歸以來新高。季卯兔年第一個賽馬日，馬會提前5分鐘開閘，入場人士獲贈招財筆和抽獎卡，不少得的當然是轉一轉風車，祈求好運嚟。今天天氣好，所以大家過來這裡馬場碰下運氣，恭喜大家贏得多，個個都開心一點，又沒有疫情那些這麼大的負擔樣，好像回復正常一樣，即是生活可以好像平時一樣，希望大家賺多一點，好景一點經濟，大家就生活開心一點。賽事開跑之前有舞獅助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主持點睛儀式。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全日一共有11場賽事，場場大直路，打氣聲亦都不絕。疫情三年以嚟，農曆新年賽馬日只係俾已經訂咗場內餐廳嘅人，或者係由馬主帶先可以入場。舊年更加閉門作賽，今年終於完全開放，場內人山人海。放宽了防疫限制，市民可以在看台除口罩进食，市民觉得气氛更胜往年，游客亦都玩得开心。This is my first time.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I like the little shows at the beginning. I love the atmosphere and like all the decorations. 因为我哋未嚟过马场嘛，现场原来系咁多人噶，然之后觉得好有氛围咯，环境啊或者秩序啊都比我想象中好咯。馬會今年亦都喺公眾席廣場特別設計咗呢一棵搖錢樹，寓意財運亨通，亦都俾入場嘅馬迷沾沾運氣。無線電視記者黎慧儀報道。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預料今朝早市區最低只有10度，呼籲市民注意保暖。寒風凛凛，夜晚市區氣温普遍跌至11至12度左右。在中環海濱，入夜之後仍然有不少市民出來散步，有人無懼寒風，雪糕車大排長龍。天文台說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預計初四早上市區最低氣温是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香港的冬天都經常受到這個季候風，同埋都會有季候風的補充去影響，所以氣温都會有些高低起伏。預計一股乾燥的季候風補充會在星期五抵達華南，週末期間雖然天氣乾燥，但溫度會再度下降，早上寒冷。而在日間強烈季候風之下，將軍澳環保大道近日出康城有地盤冧棚架，沒人受傷。想暖粒粒过新年，不少人都会打边炉暖身又暖心。买了一只长脚鞋，今天开始降温了嘛，所以买屋企吃了鞋。鲍鱼、龙趸鱼、海鲜那些，
我年年約咗人初三係坐埋一齊打邊爐嘅，亦都係啲同事約埋一齊咁啦。社署同埋衛生防護中心話，天氣嚴寒容易引起或者加劇疾病，呼籲市民注意保暖，並多關心同埋慰問長者等身體狀況。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報報導。內地北方地區持續受寒潮影響，多處的氣温創下入冬以來新低。有中國北極之稱，全年平均氣温大約攝氏零下三度的黑龍江漠河，連日低見零下四十度或以下，星期日即是大年初一更加一度錄得零下五十三度，是自1969年以來最低氣温。即是有幾凍呢？用一隻雞蛋示範。蛋白接觸鐵鏟不夠一分鐘已經凝固。當地工業供水相關部門說，為了防止低溫影響民眾生活，已經加大熱能輸出並且提供24小時搶修服務。哈爾濱市遊客機的貨倉門結冰，導致旅客的行李延誤。他們正在那個拿那個大的吹風暖風機正在吹呢，他一時半會兒什麼時候開我這邊也不太確定，那我們再跟他們工作，也讓他們抓緊。內地今輪寒潮自農曆年三十晚開始，廣泛地方大幅度降温攝氏6度以上，北方13個省會級城市的氣温星期二都創下入冬以來的新低，內蒙古呼和浩特曾經錄得零下 28.6 度，當局預計去到星期四寒冷天氣先會逐步緩和。温差大加上霧氣，吉林省松花江畔就形成霧鬆，吸引不少遊客專程來觀賞。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儀報導。日韓廣泛地區落大雪，日本北部和西部地區預料將會出現十年一遇的低溫，超過300班內陸機取消，多處鐵路服務延誤或者停駛，而南韓首爾低至零下 16.4 度。超強寒流直卷日本全國，在南部相對溫暖的福岡市都落起大雪，氣象廳預料九州南部24小時降雪量可以達到20厘米，連續兩日最低氣温可以達到攝氏零下2度，同樣位於九州的熊本等地更將會出現十年一遇的低温。降雪集中在日本海沿岸地區，鳥取縣夜晚降雪達到18厘米，預料大雪仍然將會持續，新息縣24小時降雪量將會達到90厘米。受大雪影響，超過300班內陸機取消，預計星期三將會有另外200多班航機取消，多處鐵路服務亦都出現延誤，其中京都線列車一度慢駛甚至停駛，列車職員要緊急前往維修。預料寒冷天氣將會持續到星期四，當局警告大雪可能引致路面結冰阻礙交通，呼籲民眾避免不必要外出，又提醒民眾留意樹木傾倒導致停電、同水管結冰破損而停水等的情況，提前做好應對。南韓同樣受到強烈冷空氣影響，多地錄得入冬以來最低氣温，首爾低至攝氏零下 16.4 度，北部的鐵原郡更加錄得攝氏零下 25.5 度，就連南部旅遊勝地濟州島亦都錄得攝氏零下 1.9 度，並預料會出現30至50厘米降雪。星期二是當地農曆新年假期最後一日，但計劃到濟州島的遊客出行受阻，濟州國際機場因為大雪取消全部近500班航機。無線電視記者封月明報導。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有其他消息。回來新聞時間，先看看財經消息。市場繼續靜候大公司業績，美國股市好淡增持。道指最新報33,685點，升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15點，跌3點。綜合企業 3M 同電信股 Verizon 在美國開市之前公布業績，兩間公司對前景的預測都令市場失望，股價受壓。
至於軟件公司微軟收市之後亦都會公布業績，市場正係注視美股早段好淡增持，道指開市跌184點，早段跌幅曾經擴大至超過300點，之後逐步收復失地並且倒升。3M 上季純利少過預期，加上全年業績展望令到市場失望，股價急挫半成，是表現最差的道指和標指成分股。Verizon 上季業績好壞參半，盈利符合市場預期，但是盈利預測令到市場失望，股價偏軟。運動鞋生產商 Nike、 連鎖快餐店麥當勞、銀行股摩根士丹利等幾十隻美股一度因為技術問題停牌，紐交所其後說問題已經解決，股份復牌，股價普遍向下。轉睇下其他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就海外律師能不能夠參與港區國安法案件釋法，港府說目標今年上半年完成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用英國大律師為他涉及的港區國安法案件抗辯，引起爭議，最終人大常委會釋法，特區政府隨即研究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處理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處理國安案件的問題。律政司回覆傳媒查詢時說，政府已經就法律執業者條例修訂展開工作，會盡快提出修訂建議，目標上半年完成修例。兩名香港人在北海道自駕遊，懷疑路面結冰失事受傷。汽車會說香港人缺乏在雪地駕車的經驗，必須時刻留意車速和配置雪胎，而在冰雪路面減速亦都不能夠踩實剎車掣，避免跣胎。農曆新年外遊，不少人選擇去感受冬日氣氛，不過要在雪地自駕遊就要格外小心。一對25和28歲的香港男女在北海道租車自駕遊，日本傳媒報導，他們年初二下午在道東高速公路懷疑路面結冰跣胎，進入長和隧道之前撞牆，男司機一度神志不清，女乘客報稱身體受到痛楚，兩人送院救治。入境處說至今並未接獲港人求助，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汽車會說本港路面甚少會結冰，市民或者沒有經驗應對。第一要慢車，第二咧，跟車距離要遠啲，因為佢會跣胎同埋停車要好遠嘅。咁當然最好咧，租車嘅時間輪胎咧必須係用雪胎啦，同埋唔好打咁漲，一定要轉翻落去低嘅波檔，用個波檔嚟咧拖慢架車。另外咧，唔好一腳踩死嗰個 brake 掣，一定咧要踩下鬆下，踩下鬆下，即係用 pumping brake。保險業界就話，一般旅遊保險已經包含個人意外同埋醫療保險等，但若果要自駕遊，就需要購買汽車第三者責任保險。一定要透過租車公司去買一個適當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咁即係話，如果你喺駕駛期間引致第三者任何嘅傷亡啊，或者損毀咗人哋嘅財物嘅話咧，就喺透過呢一份租車公司幫你安排嘅保險去作出賠償。他又說，自駕人士若果不幸發生車禍，不排除要賠償損毀汽車的維修費用，應該考慮購買汽車全保。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寶報導。美國加州三日內發生3宗嚴重槍擊案，其中奧克蘭一個油站據報爆發槍戰，最少1死7傷。而同日較早前，一名華裔男人在三藩市附近半月灣兩處的地點涉嫌槍殺7人之後被捕。事发在距离三藩市大约50公里的半月湾，当地星期一晏昼2点几，警方接报有枪手在蘑菇农场击毙4人。有居民说现场有种植大麻，之后枪手转到大约3公里外另一个农场和货车公司附近再枪杀3人。据报遇害者全部都是华裔农场工人，警方说疑凶是其中一处案发地点的员工，相信他单独行凶。有员工说疑凶对公司不满。而加州奧克蘭同日挨晚，警方接報有油站發生槍戰，警員趕到現場之後並沒有發現傷者，只是找到彈殼。警方其後確認傷者自行到醫院，說部分人身上有槍傷，其中一人傷重不治。有傳媒根據彈殼推算，說現場最少博火19槍，懷疑同幫派暴力衝突有關。無線電視記者楊潔怡報導。
美国洛杉矶上个礼拜六的枪击案增至11人死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确认有中国公民遇害，警方正调查紧枪手行凶动机。美国当局继续调查上个星期六在蒙特雷帕克市母星舞蹈学校发生的枪击案，包括确认死者身份以及枪手的犯案动机。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证实有中国公民不幸遇难，中方正同相关部门和美方全力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亦都提醒区内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警方日前公布疑凶身份，是72岁逆阴性尘的南加州居民，他案发之后在车内开枪自杀身亡。华盛顿邮报说疑凶是越南移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报道疑凶来自中国，他和前妻大约20年前在母星认识，2005年提出离婚。据报疑凶是母星的常客，曾经投诉舞蹈导师讲他坏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疑凶最近有情绪问题，不获邀请出席垂直舞会，可能是行凶动机。警方说疑凶1990年曾经因为非法藏械被捕，据报枪手被抢走的是一支 M11 半自动冲锋枪，有大容量弹夹，在加州属于违法，有政客关注当地枪械管制问题。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美国传媒报道，有中国国企可能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就说美方未确定北京当局是否知情。中方就多次重申在俄乌战事上一直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下个月一周年的俄乌战事暂时未有休战迹象。彭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掌握证据，说在战事当中可能有中国国企为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不包括致命武器，说这样做是规避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美国和欧洲情报消息，指出涉及的中国国企是向俄罗斯提供避弹衣和头盔等的装备，并没有俄罗斯要求的大杀伤力武器。两篇报道都说美方暂时未确定北京当局是否知情，正评估事件的影响和重要性，近期并且已经联络中方，据报除了表达关注，亦都警告援助俄军的后果。不过报道表示中方和美方都没有就报道作出回应。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已经有美方官员说俄罗斯向中方提出军事装备援助请求，中方和俄方都作出否认。中方就多次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为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呼吁各方要为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加油。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转睇下，琥珀在中歐文化都是寓意吉祥，盛大展出240件琥珀文物，部分第一次在香港和亞洲亮相，我們一起去看看。金光閃閃，晶瑩剔透，提真一些，這粒琥珀裡面封印了一隻烏鷹，已經有2000多萬年，當中以波羅的海出產的最出名。在沿岸国家，琥珀是当地家家户户女儿的嫁妆，亦都是当权者、贵族和宗教的宠儿，甚至获得黄金的美誉。Baltic amber specifically is made by a type of conifer that no longer exists and that existed millions of years ago. You don't find the same type of popularity for these that was traded, that was recognized. Amber.Like any precious material, was seen as a source of economic security and finance. 历时四年筹备，盛大今次展出240件琥珀珍品，来自海外同本地嘅博物馆同收藏家，包括拉脱维亚嘅国家历史博物馆同国家艺术博物馆。部分展品更加系首次喺香港同亚洲亮相。包括这个西班牙风格十字架，巧妙运用不同颜色的琥珀，体现17世纪的匠心独运。18世纪的盛物商在双面的琥珀薄片雕上浮雕，雍容华贵。这串19世纪的玫瑰念珠，信徒握着祈祷的时候，手上的温度令琥珀散发出松树的香气。
京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呢对同样喺19世纪嘅仿古累积盖瓶，瓶耳嘅环环相扣，工艺叹为观止。无论喺辽代定明清，都系皇孙贵族嘅专利。而战前后，琥珀嘅角色亦都起咗变化，由战前系珠宝品牌嘅粉盒点缀，到战后苏联控制琥珀市场，将佢镶到木制嘅大碟同啤酒杯等旅游纪念品上，希望点石成金，可惜令珍宝贬值，一度跌落凡间。琥珀咁珍贵，咁点样分真假呢？呢个箭箱装咗紫外光灯，如果入面嘅琥珀有反射紫外光，就证明佢系真嘅；如果完全冇反射紫外光，就证明佢系赝品啦。疫情期间航空运输困难，令部分意大利展品无法如期来港，但管方话香港仍然系最佳嘅展出舞台。Hong Kong really becoming a major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Amber having this diffuse prese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bridging East and West, it seemed that Hong Kong itself in doing that was a perfect place to showcase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展览举行至四月十一号，公众免费入场，但要预先喺网上登记。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欢迎收睇无线财经快讯，我系关可维。市场继续静候大公司业绩，美国股市好淡增持。道指最新报33702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17点，跌2点。综合企业 3M 同电信股 Verizon 在美股开市前公布业绩，两间公司对前景的预测都令市场失望，股价受压。至于软件公司微软收市之后亦都公布业绩，市场正是注视美股早段好淡增持。道指开市跌184点，早段跌幅曾经扩大至超过300点，之后逐步收复失地并且倒升。3M 上季純利少過預期，加上全年業績展望令到市場失望，股價急挫半成，是表現最差的道指和標指成分股。 Verizon 上季業績好壞參半，盈利符合市場預期，但是盈利預測令到市場失望，股價偏軟。運動鞋生產商 Nike、 連鎖快餐店麥當勞、銀行股摩根士丹利等幾十隻美股一度因為技術問題停牌，紐交所其後說問題已經解決，股份復牌，股價普遍向下。美國的企業活動連續第七個月收縮，但製造和服務業的收縮程度是去年九月以來第一次放緩，反前景好轉。美國標普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一月初值回升 0.6 至到 46.8， 高於市場預期的46。服務業 PMI 初值由前個月的44.7回升至 46.6， 同樣高於市場預期。綜合產出指數初值升至 46.6， 見三個月高位，但受訪企業普遍認為需求疲弱和高通脹不利於消費。雖然聯儲局持續大幅加息，但數據反映價格壓力由去年春天以來第一次上升，反映加息未能夠壓低通脹。調查亦都顯示今年年初經濟活動下滑，而受工資增長影響，投入成本通脹亦都加快上升。聯儲局在面對衰退風險之下，可能還要積極收緊政策，甚至影響下個禮拜加息的幅度。歐洲三個主要股市個別發展，歐元區商業活動上個月出乎預期重回擴張區間，市場擔心經濟活動改善令到歐洲央行有更大空間加息以便壓抑通脹。英國和德國股市受壓，法國股市就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跌27點，法國 CAC 指數升18點，德國 DAX 指數跌9點。多謝收看無線財經快訊，再會。
各位亞軍口惠，警員夜晚在平洲調查一宗投訴期間懷疑遇襲，警員開三槍，一名非華裔男人中槍，另外有一名非華裔男人被捕，案中有兩名警員受傷，包括開槍警員。中槍受傷的非華裔男人由直升機送院急救，消息說傷者手同腹部中槍。警方說昨晚十點多接報平洲永興街有噪音投訴，現場消息說警員調查的時候有兩個人情緒激動反抗，警員一度施放胡椒噴劑，其中一名警員懷疑遇襲開三槍擊中一個男人，另一名疑犯並沒有受傷，當場被制服，期間兩名警員亦都受傷，三個人由直升機送醫院救治。不少善信去到沙田車公廟和黃大仙祠拜神祈福，車公廟全日有超過26,000多人次入廟。善信來到車公廟先擊鼓，寓意通報車公入廟，轉轉風車再上香，祈求新一年順風順水，願望成真，保佑下我的學業和細佬加油，然後提升啦，希望尤其是數學，希望攞高分。最緊要個個都身體健康啦，賺多啲啊！香港復常，個個好。沙田車公廟自初二晚11:00起通宵開放至挨晚6:00，一年兩日都有人流管制。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到場視察。相傳車公可以化解瘟疫同埋保健康，有風車檔檔主就話：呢一類有身體健康字眼嘅風車就最好賣啦。車公廟外嘅攤檔有檔主早前話鐵馬阻隔咗人流，經協商之後拎走咗部分嘅鐵馬，人流同埋生意都比前一日好，但係就仍然唔及疫情之前。其實就佢放寬啲人流行過嚟咧，咁我哋都好開心噶啦，即係起碼哦有人行。咁有飾物可以賣。同樣香火鼎盛嘅黃大仙祠，朝早7:30開放，唔少人一早就嚟到求支籤，等黃大仙指點迷津。因為赤口唔適宜去人哋拜年啊嘛，嚇咁啊，咁啊嚟呢度拜下神咯，咁啊，我犯太歲，嚇嚇，咁啊過一個嚟攝太歲屬雞。朋友叫我過嚟攝下太歲，保平安咁樣咯，都係希望求個安心咯，即係希望來年好啲啦。祠入邊嘅太歲元神殿，屬兔、雞、馬、鼠、龍，即係今年犯太歲嘅，成個正月都可以免費入場。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道。跨境旅遊逐步復常，郵輪亦都重回香港。啟德碼頭營運商認為係適當時候，按原本計劃將啟德發展成旅遊樞紐。啟德郵輪碼頭開幕近10年，但係近1/3時間都因為疫情停擺。碼頭入面大部分嘅鋪頭都停業，辦公室用品、玩具店嘅陳列、健身中心用品全部都喺吉鋪入面封塵。部分樓層曾經改造暫托中心支援抗疫，隨著防疫策略改變，碼頭捱過寒冬，3月再次有遊輪停泊辦公海遊，多艘遊輪預告重返香港。碼頭營運商預計今年接待146個班次，一共大約250,000旅客。以往碼頭旁邊係公園，而家上面起咗隔離設施，加上出入嘅公共交通一直唔方便，都影響咗人流。隔離設施係阻住整個地區嘅發展，就原本嗰度應該會有個所謂嘅旅遊樞紐，就原本諗住有酒店啊，有商鋪啊，有餐飲啊，有公園啊，不過而家暫時辦唔到，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希望一個適當嘅時候。隔離設施嗰啲貨倉可以搬去第二度。復常後第一艘國際遊輪停喺尖沙咀海運碼頭，旅遊業議會希望政府多做協調，令到啟德長遠媲美尖沙咀。同埋隨住周邊一個啟德成個嗰個發展啦，第一有啟德體育園啦，係咪？應該成個啟德遊輪碼頭咧，係唔係淨係可以服務咗一啲遊輪嘅旅客？
同樣可以服務我哋係本地嘅居民，令到成個啟德嘅郵輪碼頭、成個商場咧係活化同埋活動起嚟咧，咁變咗一啲旅客一落到嚟嘅時候咧，同樣好似尖沙咀嗰個海運碼頭咁樣樣，一嚟到咧已經感受到香港嘅活力嘅。佢期望啟德碼頭迎接新一批郵輪旅客嘅時候，增加公共交通班次同埋加派的士接駁等等。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內地同本港逐步復常，泰國當局目標今年香港旅客人數恢復至疫情前的七成，又正係考慮增加往返中國二線城市航班。泰國無論疫情前後都是港人旅遊熱點之一。泰國旅遊局資料顯示，自去年九月底本港放寬入境限制到零加三，即是無需酒店檢疫，短短三個月之內已經有超過12萬人次香港旅客到訪泰國，而今個月單計前半個月就錄得超過22000人次。泰國旅遊局香港辦事處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預計今年訪泰的香港旅客會顯著增長。I can use the word that the resumptionThe great resumption for Hong Kong travelers, because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relaxed the restriction and it's the peak season for traveling in Thailand because of it's the winter time also, and we have no compulsory about the mask on. Even though you have or you don't have vaccination, you can enjoy Thailand now.當局目標今年全年的香港旅客人數可以達到2019年疫情前100萬人次的七成。要達到這個目標，當局都有新招。In Cantonese, you call man ching, right? Like indigo dye, or hiking, or coffee plantation. 有旅遊平台說，部分地區近期旅遊措施反覆，或者有利泰國吸客。一月方面都 out of the expectation 嘅，因為其實12月係呢個聖誕嘅高峰期啦，但係一月裏邊泰國其實都增長咗20% 嘅流量嘅，咁所以反映泰國呢笪地方其實係去到一月咧係繼續攀升嘅。泰國旅遊局話，隨住內地放寬防疫限制，歡迎內地旅客訪泰。Is everyone in the world equal? We don't have any discrimination towards anyone in particular, so everyone can travel to Thailand, and we are here to welcome you.继上星期往返泰国和中国主要城市的航班大幅增加，他说泰国政府考虑紧今季内增加往返中国二线城市的航班。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报道。为庆祝癸卯兔年，澳门昨晚举行花车巡游和烟花汇演，超过1000名表演者参与。由驻澳门记者王慧芝带大家看看。兔年花车巡游当然由兔仔花车打头阵。不少造型的兔仔纷纷出动，包括这一批劲舞兔。赌场的花车金兔当然不少得，还有兔型花车祈求兔来运转。玉兔追月你又见过未呢？花车巡游由西环湖广场起步，经孙逸仙大马路，到终点澳门科学馆前圆形地，沿途设有1500个观众席，不少是游客。现在疫情过去了，然后现在人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又是过年期间，然后特别热闹，大家来过来参与。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刚才那个跳绳的那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刚刚疫情过后嘛，我们更需要的是就是把我们的体魄那个健壮起来，强壮起来。今年花车巡游以福运年的故事为主题，讲述月亮中的福兔探测到澳门将会迎来百业兴旺的盛世，创出一番新景象，所以决定带同一班兔精灵去澳门。巡游过后，澳门观光塔对出海面就发放15分钟的烟花，多个深深图案令人心花怒放。除了这一晚，當局亦都會喺初七日日同埋元宵，即係下個月5號，再舉行多兩場煙花匯演，都係歷時15分鐘，延續新年嘅喜慶。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王慧芝報導。北京圆明园举行新春游园会，当中包括清代皇家兵器表演。这项活动已经由古代的军事操练演变成北方传统民间风俗之一。由驻北京记者张永恩带大家看看。白旗士兵在冰上飞驰，重演清代皇室最喜爱的冬季活动。
仲要比拼射艺。呢场速度、眼界兼备嘅竞赛，系蜻蜓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嘅冬奥。白旗士兵其实都是现代专业滑冰手，这队成员就有国家运动员，也都有爱好冰雪活动的大学生。这个对滑行技术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就是加速的时候要更快一点，然后呢我们在射灯笼的时候准确度要稍微高一点。我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表演，我是冰雪五环环节的，就是将冰球射向那个屏幕，然后将五环降下来的。冰雪队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年的老队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新队员参与到冰雪这个项目。教练话，今次的冰雪表演只会在朝头早举行，因为朝头早气温较低，冰面较为坚固。冰雪起初是检阅白旗士兵的武功，逐渐发展成为皇家娱乐，也都演变为北方传统民间风俗。新春期间一连六日举行，在北京圆明园福海冰场上演，现场气温只有零下13度，无阻游客的热情。元方初一至初六每日派发30,000张免费门票，加上售票，首两日都有超过50,000人次入场。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明欣报道。